这是我们研发的国际版讯飞智能词典笔啊，它可以实现扫描词语来查词典，扫描句子来翻译啊。这是我们从这个布达佩斯带回来的一个介绍他们国家风景的画册，我们可以扫描上面的匈牙利语给它翻译成中文。我们也可以扫描匈牙利语翻译成英文，实现多语言的翻译。讯飞呢，翻译机、录音笔、词典笔，那么未来呢，我们可以扩展到像阅读本啊、鼠标啊、键盘等等，那么都通过语言这样一些方式呢，让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互通的交流。那么在这次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面，各国运动员可以领用到我们的翻译机设备，包括他在整个一个路程过程中呢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翻译机跟匈牙利的人民进行交流。那么在本届的1024的活动中呢，我们也会有全世界各国的小伙伴参与到我们的1024的盛会之中，那么把它最新的技术以及最新的一个成果去在这个活动中进行展示。